副总工程师，这么早就到了、啊？哎，科长早。你早。嗯，我想要实地看一下学校的状况，我想观察一下附近居民使用学校的情形，这样。哦，嗯，那我先带您和我们的研考代表到校长室，那我们再来详谈这次的改建计划。好，没问题。好，那跟我走。校长好。校长您好。大家好，欢迎到我们学校来。嗯。我想要先请问，因为这次不就是这个校园合并改建案吗？那因为过去都是由我们教育局所处理的，那这次怎么会劳烦到都发局来参与呢？好，那我这边跟大家说明一下，请大家看一下这个简报。我们九年国民义务教育已经推了50几年了，表示许多当年新建的国中小校舍呢，正面临了建物老旧，必须要重建的议题。此外，由于少子化，那入学的学生减少，每个人可以享有的学习空间变大了，但是呢，硬体设施却不一定符合现在的需求。 我们可以借由校舍的重建作为一个契机，那重新思考校园的空间规划，不仅仅是学生的受教环境，也可以提升居民的生活品质。台北市呢，现在跟世界上有些都市一样，都面临了高龄少子化的问题。那我们都市现在有了高龄化的托育、防灾，或者是公共生态保育等等的不同的公共服务需求。那大家也知道嘛，台北市已经高密度的发展了。 如果要取得土地来新建新的公共设施呢，并不容易。所以，我们这几件事情应该要如何解决呢？市府评估之后发现啊，这个学校的面积够大，那也是社区生活圈的重要枢纽哈。白天呢是孩子们上课的地方，晚上呢是居民的活动场所。那如果我们可以善用学校改建的机会啊，把托婴、托幼、老年人长照、养护等等不一样的社区需求一起纳入规划，我们只用了一笔预算。 就可以同时解决三个问题，这将会是未来都市发展重要的一个新方向。而这种兼顾教育 （education）、 经济 （economy）、生态 （ecology）、 公平 （equity）、 都市进化 （evolution） 等5E的都市发展原则呢，整合运用资源的这个计划，我们就简称它为 UOD。我理解了，所以过去这个校园改建主要是满足老师跟学生的教育需求，但现在则是可以顾及到整个社区。 听起来啊，学校责任变大了。不过啊，我们学校这个同仁呢，他平常工作已经相当的繁重了，那现在还要跟社区民众共享空间，会不会加重他们的负担，或者是影响学生的受教权，甚至造成安全上的一个疑虑呢？ 我们规划上能将不同使用者的空间划分清楚，或是区分动线。我们透过设计可以解决很多这个互相干扰啊，或是安全上的疑虑。这个技术上是可行的。那我们永春跟永吉，我们两所学校的合并案其实已经讨论很多年了。那不过除了本校师生之外，社区的居民跟民意代表，他们也对我们的改建呢有很多的期待啊，还有疑问。那我们要如何有系统去整合大家的意见呢？ 我们可以透过公民参与的方式，收集更多的意见。我们这边有许多的案例可以做参考。这个我们可以来安排，来解决这家长的疑虑。市府希望主动打开沟通的大门，让大家有充分的机会来表达意见。虽然将会增加整体的计划时间，但改建的成果如果能够符合大多数居民的期待，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好的，我们这边一定是全力配合了。但能不能告诉我们该从哪边下手呢？ 我建议可以先找出与此案有关的关系人员，简单来说，可以分三层的结构。首先是内部人员，像是学校老师、行政人员以及学生；再来是交集人员，像是家长、居民以及校友；最后是外部人员，像是里长、民意代表以及倡议团体。先搜集大家的意见，再来评估是否应该列入改建案的计划中。学校一定是以教育做最优先，这个没问题。 当除了教育之外，还能够提供的公共服务。是社区这样防灾的一个事。这个是状况，所以整体的像。这真的是要做好各种准备，所以我想这个意见我们一定会让。那大家可以看到你们手中的资料哦，这是我们经过说明会和附近领奖的拜会，列出他们的需求。他们说地方人士希望可以增设托婴中心，那还有增加幼儿园班级数还有停车场跟提供社区居民的活动空间。 这些和我们同整府内各局处的需求很接近。由于附近停车位不足，警管处那边也希望可以增设公共停车场。那社会局呢，也期待可以设置托婴中心。
另外由于气候暖化，极端强降雨的频率提高，那我们也希望呢学校内可以设置水池或是储水槽，具备雨水储积以及调节生态的功用。这样，那并且我们学校的建筑呢必须符合耐震系数规定，以作为地区防灾避难据点。嗯哼，好的。那学校部分的话，老师们对于合并及改建呢，大多是乐观其成。那他们最在意的就是说，合并之后的超额教师以及学生的安置问题，还有在工程期间所产生的噪音以及粉尘，是不是会影响到教学？这个部分呢，我们会针对学校教职员来举办共事营，然后尽量满足老师们在教学上的需求，并且降低老师们的担忧。那这部分真的要麻烦学校多费心跟教职员还有家长们沟通。你刚刚说到关于这个教职员的安置，教育局一定会优先处理。那至于如果是工程期间啊，有需要使用冷气来降低你刚刚所谓噪音还有粉尘的干扰，我们也会想办法来确保同学上课的权益。那个校友们呢也都很关心啊，两个学校合并之后的新校名到底会使用什么方式来产生？这个部分呢，我们建议可以使用 iVoting。过去许多与市民相关的决策都是透过这样子的线上投票机制来取得民意的共识，相关人士都可以表达意见，但却又不会伤害彼此的感情。过去的学校改建规划只局限在学校与教育局的沟通，但是透过这次收集民意的过程，有越来越多社区的民众开始积极的想要参与跟学校有关的公共事务。我发现好像学校从原来只是这个单纯的教育场域，开始慢慢的转化成了社区改造的引擎，还有公共服务的交流核心。没错，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我们还可以透过公民参与工作坊，再与社区居民建立对学校未来发展的共识。感谢很多市民朋友来参加今天的工作坊，你们应该都是对于这所学校很深的情感，或者是对他有很多期待的人。可是大家几乎都没有机会可以坐下来一起想一想，到底这所学校的未来会是什么样子呢？那我们今天有三个议题，让大家可以动动脑，一起描绘出学校的未来。大家手上都有纸跟笔吗？没有纸的跟我说。校长，我是三年一班杨敏浩的妈妈，不好意思，我迟到了。杨妈妈你好，您是来参加工作坊的吗？已经开始了。我等一下再进去。我来参加工作坊，就想先跟校长说一下，我们其实不赞同哎，学校就是上课的地方，为什么要弄得那么复杂呢？杨妈妈，请您先看一下我们工作坊讨论题目好吗？杨妈妈，我们学校已经建校60多年了，所有设计的思维都是60年前定的。你不觉得现在时代已经改变很多了吗？也是啦，其实我自己也是校友，学校过去跟现在真的差很多，现在学生变很少，整个社会氛围也很不一样。对啊，未来的学校啊，是为社区里面所有的人服务的。我们可以一起来想一想，未来学校应该是什么样子呢？这次改建的目的啊，不是为了现在就学的孩子而已，我们也都将享受这些新设施、新功能。我们现在所做的决定呢，是在为将来高龄化的社会以及下一个世代的教育做准备。您现在放弃了这个为自己发声的机会，是不是太可惜了呢？这样说也有道理。好吧，那我就进去跟大家一起讨论。谢谢校长。跟大家报告一下，我们已经收集了许多新校名的选项，将在5月间进行 iVoting 投票。那换我这边报告，经过这两年大大小小不同的会议啊，综合考量大家的需求之后，我们的建筑师啊，终于做出设计图了，大家可以看一下。请教一下，我们家长会长有提到说，受教权保障的部分在设计上要如何呈现？好，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把学校和社区居民活动部分的动线拆开了，这红色的部分，也就是说，虽然大家是从同一个校门进去的，
但是会到学校不同区域，两边是不会互相干扰的。大家可以看到右边是社区教室，然后它旁边呢是托婴中心，那这边还有 EOD 的艺文展演空间，那左边地下有280席的这个停车场，原则上大家的需求都有被设计出来。这个两校整合之后啊，空间重新的规划了，校地呢就可以多元的运用，也能将学生跟社区居民的活动区域分开。那这个学生的动线呢，可以配合学校的开放时间独立的关闭或者是开放，这样子一来呢，学校也不用额外的增加安保的人手，校园安全也比较有保障。我们家长会长也提到说，在工程进行的期间会产生一些噪音问题，请问会如何处理？我们会在暑假期间进行较大噪音的工程，但当然只要是工程期间都会对学校上课一定有所影响的，这部分还是要请学校多跟同学还有教职员们沟通一下，毕竟这是会造福之后数十年的一个改建。那今天的设计我们还是会办公听会，然后再收集一下大家的各方的建议之后，然后再修改做一个最后完整的版本。透过两校校园这样重新整合规划，除了拆除部分老旧及不适合的设施，更可以重新建设多目标使用的教学大楼、操场以及智慧化的教室，以符合未来教育的趋势，朝向全人教育目标来迈进，真是令人非常期待。而且我觉得这是最令人感动的事情，就是两个学校的校长还有师生，大家都摒除了本位主义，没有谁想要并掉谁，而是想着如何真正平等的合在一起，一起共创共好。我觉得这真的是太难得了。没错，一个校园合并改建案，透过良好的沟通互信整合，让整个社区蒙受利益，进而带领社区进入下一个世代。台北市还有许多的校地和空间都面临了类似的问题，希望我们这次经验是起一个带头的作用，同时也是一个很好的示范，希望未来的台北市越来越好。永春永琪国小两校合并改建案，除了满足教育的需求外，也把未来社区的需求包含其中，这种兼顾教育、经济、生态、公平和都市净化等原则的设计案，简称为 EOD， 是台北市未来都市发展的重点项目。学校、教育局、都发局等单位透过会议，从厘清 EOD 的整体概念，到与居民有系统的沟通协调，整合所有的需求，最后终于规划出一个满足大部分人需求的设计图，而过程中遭遇的障碍与困难，也透过团队共好的信念，发挥智慧与新沟通，树立起台北市未来学校与区域发展的整合典范。